女性长期没有性生活的危害是什么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高湘转，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。女性长期没有性生活呢，会影响皮肤血液循环，体内呢雌激素分泌失调，引起皮肤长痘、长斑、皮肤暗沉等皮肤疾病。长期没有性生活呢，会使女性激素呢分泌减少，导致月经周期不规律、经量异常、痛经等等。那么长期缺乏性生活呢，阴道分泌的粘液量下降，阴道的自净能力也降低，使得病菌呢在阴道内呢会加速繁殖，引起阴道炎、盆腔炎、宫颈炎等等。女人长期没有性生活呢，荷尔蒙分泌减少，内分泌失调，影响婚姻的幸福感，造成女性的心理健康受损，易出现多疑、失眠、易怒、烦躁等等症状。